背后的石头，石头都是逆转胜。哦，好熟悉啊，好熟悉啊。所有的失败就是为了最后的逆转胜。对。最后的胜利就是逆转胜，没错，没错，这就是鬼哥最爱讲的逆转胜。好，我们传承了鬼哥的精神，爽，帮他在这个地方讨回了一次。我会加油的，期待一下这场戏。他偷偷看怎么样子？偷偷看一下。蛮感动，有感动吗？有，直接打开就好啊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一起欢迎小队长谢坤达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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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被谢坤弄到很感动哎，还有声音，哎呦，真的是一个聘书哎，请哇，这个要我们念还是你念比较好？自己念呐，他会念是？那你帮我讲，好，我们合唱，之聘请林富平男神谢坤达为众议会官大之永久小队长特请聘书。聘书，你答不答应嘛？嗯，马上答应。我愿意。好，我就请当事人，就是我们黑队的小队长，跟我们大家，致辞。哇，我们刚刚真的以为是要继续有关卡，跟或者是要讲一些 kid 的什么话，真的是蛮意外的。就之前连续参加了三季的万大，然后。那个感受其实跟之前来参加完大的时候是很不一样，然后也觉得自己就对啊，真的很谢谢，我会继续加油。这个是本节目的真正的第二章啊，嗯，第一章当然是我们永远的黑队的好兄弟，好不好？然后其实刚好就九月十六，说是十七，对，十六他刚满两年。对，十七是，所以等于是他离职的第一天，那就交棒给我们的谢黑色的接力棒，交给你，好吧？好，来，恭喜你。好，其实我刚刚在那边的时候，我觉得一开始是太突然，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我就是一直都没有想过，然后后来也完全就不会去想这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在我心里面就是就他的存在。所以说，我知道我来万安大其实是有我的任务跟有我想要来的目的。所以刚刚其实，在宪哥讲完这一切的时候，有一下子是一下子没办法接受这些事情，所以后来我有放空了一下。那时候放空的时候，就好多好多的那种画面。譬如说那时候跟他两个在竞争小队长的时候，然后很多一起参加万大时候的闯关啊，或者是出国啊，或者什么，真的好多，刚真的突然间涌上，所以那个心情真的很复杂。我想说就是，对，我会好好的把他这个棒子接好，然后我会继续做下去，好好的扛着。嗯，我知道他一直都在，我也知道他一定会叫我来接这个棒子，然后嗯，我还是很想他，我会加油。前三季那时候真的是有一种考验吧，就是在小队长的试验着，
就好比今天这样子，新的一季，然后有全新的队员，我还是觉得有好多是我要努力跟要学习的。毕竟鬼哥也是努力了一年嘛，我会加油。这样就头发这样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不用。我这样说不要了，达哥。不要闹，达哥太丑了，不要。那我去，那我去。没关系，为了要赢。达哥加油！小心啊，小心啊，你自己要小心啊，再往后一点，头不要跑。达是那个也结了，也结了，错过那个高过高级的家宴回来，拍完戏几个月回来，一定很忙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从高铁才没我们充满祝福的那种脸色，我们完全没有生气，对对对，而且跟比赞，加油！哎，你们跟我加油！一个家里面最重要不是男人，对，特别是女人，是女人靠女人他们，对不对？音乐。大家辛苦了，我是佳念。大家辛苦了，我是佳念。大家露营常常跑来跑去，耗费很多体力，时间很长，真的很辛苦，所以就用餐车应援的方式帮各位加油打气一下。我想说，综艺玩很大这个节目，在我心目中就是最有人气的节目。哇塞！大家露营加油！然后，小队长，就麻烦大家多多照顾了，谢谢。感动哇！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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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哭了！哎，何佳燕，你这么官方一个老公，加油加油都没有啊？对，他们就走这种路线，他走这种路线的。你们是会代表喊一下三次老公加油，预备，开始。老公加油！老公加油！老公，老公加油！老公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预备，预备，老公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谢哥想把感人的时刻破坏掉。好，那交给那个坤达来讲电话，讲电话。哎，这哦哦，你没有发现他刚哭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刚哭，他刚哭，他刚哭了。好 ，OK。对，因为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，他这段时间在好一段时间，他去玩，对，所以说其实有点吓到。刚刚上来之后，是不是以为他要出现？没有，这个我觉得绝对不可能。OK。对，但听到他就是有录一段，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对，我们就吃起来了。好，谢谢柯佳燕，谢谢谢谢。谢谢柯佳燕，哇，好好吃，好香哦，谢谢，哦，超香的，超香的，哇，有龙虾哦，嗯，哇，哎，这是佳燕准备的，对，他特别准备啊，哇塞，吃很好哎，哇，好香哦，好好吃，好吃，哇，好脆，佳燕真是太棒，娶到这个老婆真是赞呐，真的，对，出这一招也是吓到我了，吓到我，好吃哦。要不要干脆有一个这样子？因为今天算是小队长有一个这样这么好的一个盛宴嘛。对，可不可以给小队长一个小小的愿望？对，啊，如果他说什么什么啊，我们就帮他实现这样。好，好，帮帮忙。小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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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看在佳燕的身上嘛。你要决定他们，你说出你的愿望吧。好，我希望，嘿，哎，黄队的队员们，可以跟我们黑队一起同一车回台北。耶耶耶！混蛋，我爱你！混蛋，我爱你！我觉得今天这一趴，我真的是有吓到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不像是他会做的事情，但是，所以我今天感受到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还蛮感动的。对，真的很谢谢他，谢谢老婆，然后我重要最重要的讲没讲？老婆怎样？老婆爱你。耶，对嘛。